鬼塔瓦格夜空 sky， 泰拉的馒头堡，娜娜抽到分手的卡丘，阿鱼夜空 sky， Hello 娜娜，思源小易 ，Cody 美美，谢谢观众朋友直播间，爱杨熊，冰车选九蛋，愿。谢谢思源分享直播间，嗨笑笑。谢谢丑刀分享送的羊驼工具组奶瓶，我没吃饭。今天是刚睡醒吗？没有，是很想睡，但还没睡。对啊。嗨，多克雷森阿熊，嗨，好热哦，今天好热哦，非常的热，怎么这么热？看球，最好是几点？现在九点了，拿下手机。刚原本想说用 iPad 放音乐，但是呢，我发现 iPad 快要没电了，所以我决定把它放回旁边。哎，棒球打到现在合理，是会看棒球的人。有没有刚睡醒啊？谢谢思源送的闪光星星。哎，回回，那流行我没有看过棒球，哎，可能有，但我没有印象。需要两分钟，没事。嗨，坤坤、保罗，欢迎暂时不在危机房间。洛克、芋头，现在是要吃晚餐吗？对啊，然后跟你们聊天。小哥送个比心心。Leo， 大家晚安，谢谢回送可爱羊驼。嗯，总觉得今天眉毛凶了一点，是刘海改变五官的影响吗？今天眉毛凶了一点，没有画眉毛，我没有画眉毛哎，是刘海吗？神奇，神奇！哎，风战星、钢铁正源、赵雄回来。哎，阳春年露，你晚上吃什么？梅子眼神，有可能，有可能是眼线改变了那个。现在副尾上了告白气球。我今天去剪的时候，跟他讲说：“你可以帮我弄厚一点吗？因为我好常闭嘴哦。”然后我就帮我弄厚一点。我今天一如往常的在 IG 上调查各种事情。变脸后眼睛看起来比较小。一直都这样不是吗？一直就是一个小眼睛代表。那个海巡，我在调查一些事情。哼，调查没有了，没有调查什么，只是调查一些东西而已。但不是海巡你们，是海巡一些你们不认识的人。该分享结果吧？没有任何结果，但也有一点结果。微怕，
你们又不知道什么东西。评论就好，再评论一下吧。不予置评，不予置评，还好啦，还行。谢谢。我等晚餐从大概6点等到了9点，呵呵。为什么有香菜在里面？超饿！我说拉面了，不是啊，拉面昨天才吃哎，好吃。我同学看我太常去吃一兰了，然后他就说我推荐你一个，然后我就去吃了，好像还行。但我那天很生气，你知道我遇到什么吗？我遇到两个男生跟我年纪差不多啊，吃霸王餐的。超扯的，谢谢波波送到很多东西来喽。香菜错吗？错了，这么久，直接走出去哦。没有，我就看那两个男生，然后一个就说：“这边有厕所吗？”然后就说：“厕所是在外面还是什么？”然后我就看两个背包，我就走掉了。然后那个煮面的应该是老板，然后老板就说跟。外场的那个人就讲说，刚刚两个付钱嘛，然后那个外场的看了3秒账单，然后就冲出去，哇，人不见了。超扯的。第一次遇到。我也马上冲去抓人，我看见两个人没有付钱，然后我就去付钱了，付了我自己的钱。但是我觉得那两个人很敢，因为煮面的那个应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板。好油哦。对，老板有，但老板看起来蛮吵的，吵，还蛮最年轻的，店里也才3个人，一个外场，一个做至少一个煮面，虽然我妹才刚说，我刚才拍那两个人耶，因为我发的照片有发到，所以我用一个面把它遮起来。这是猪耳朵，今天看起来很大，没有啊，那只很小。要小心。嗨，草莓镇，台北人，很晕的 Ricky， 变成面的材料，人面。嗨，乌诺，今天晚餐真的是晚餐，对啊，我真的吃很晚，我是剪刘海了，对啊。因为修好了之后呢，我刚刚讲说这边可不可以帮我做平连接呢，就算了。我自己做饭吗？没有啊，就是外面买的，嘿嘿。喂，你们看见那小编卢记吗？我完全隐形，我自己是哪一个？
从一颗头都没有弄出来，超好笑，是吧？我露出了一只脚，超好笑。我露出了一只脚跟半身，好好笑。这么男人哦，没有，因为连我自己都有点忘记哪一个是我。人面兽心，人面兽心。我不知道，营运自有自的安排，都发出来了，营运自有自的安排。他会人看也比较少，可能比较美食多，是吗？在留下，对呀、啊，小编读什么？读什么？抱歉，我都会比较丑。我今天有画，我今天有画，我昨天还是什么都没画，你知道吗？我昨天就是一个，对，我就是一个路人，吃面的路人。这个吗？不是，就是星光三月某家下面某家店，但他加的香菜我觉得不行，哈哈。那拉面的鸡肉超软的。都在干嘛？我已经最近已经非常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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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无事可做哎。哎，怎么那么悠闲？追剧啊？没有，这追剧追到一半就觉得这剧怎么那么无聊？练舞啊！你如果每天练舞，你的腰怎么样？你再来跟我讲。每天练舞，我腰好痛。我现在，哇，这个就不用了。你东西看了吗？没有，我哈利波特看到第三集，但是我第三集我觉得很瞎，不好看。在等待要不要看第四集。嗯？还是因为我没有认真看，所以我看不懂。看了不敢。很香。一直有人这样说欸，真假的。如果你看第三集应该继续看去吧。对啊，可能有一天比较闲的时候。啊，
我想想我这样干嘛，我今天原本想说要来打扫房间的，就在床上躺一下，嗯，然后时间差不多，倒吃甘蔗，就时光机，我就觉得时光机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很怪，我那脑子转不过来时光机，对，我会时空错乱。魔戒吗？魔戒吗？我整理房间吗？没有，我整理房间是，假如说我今天在床底下，我看到一点灰尘，我就会来打扫吧，来打扫吧。时间悖论哦，时间悖论，感觉想到就还有直播了，大家干嘛？对啊，谢谢哈鲁的追踪。阿芝卡班有录屏耶，呼，谁？很喜欢第三集，谢谢你们送的道具。喜欢干净，扫地机器人没办法清理所有的东西哦。对，打开一下我的淘。我跟你们说，我最近东西很容易不见。这不是周家，周家最近真的超级奇怪的。我跟李明出去，就是做了很多平常周家不会做的事情。就是假如说电梯是往上的，然后我要往下走，然后李明就说：“哎。”我说：“哈。”我说怎么？他说往上的。我就哦对吼。然后在下手扶梯的时候，我也是那张这样。他说：“周家，你今天怪怪的。”我说可能有点太累了之类的。包裹在目的地清关完成，这个意思就是还没有送的意思，对不对？请问你怎么了？然后我台北家的钥匙我也找不到，还不见了，哈哈。在我合照会之后我就找不到他了，呵呵，他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也找不到我的羽服帽，我的所有的包包、床上、地板、行李箱都找过了，但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有可能放在公司。但我记得我合照会那天我没有带去台北，我已经忘记它在哪里了。对，我的黑色渔夫帽不见了。完了吧，最近怪怪的。去时光机找回。我记得我握手会的时候，那天我有带。对，我握手会的时候有带。对，我握手会有带。那是我最后一次碰到他。然后我就在想不起来他在哪里了，所以我决定再买一顶。现在终于送完，现在哦，仿佛一切都空了，是真的都空了。那边在讲的虹膜指纹辨识的，那个很贵，我最近想买东西太多了。我让东西不见了。我一有找到的东西，我一找到的东西只有一个，就叫做指甲剪。我不想要习惯戴口罩，哎，戴口罩跳出门会死掉，快死掉！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打算哦。没有这个打算哦，不好意思。
为什么人家那样做，我们就要那样做？没有吧？反正若不好意思，我拒绝哦。不是换不下去，就是直接口罩吸进去吧。换不下去就直接口罩吸，是真的是吸不到气。你知道我真是跳到一半。第一次副歌跳完之后，我是直接到旁边的，然后吸到第二次主歌要开始，然后到第二次副歌，然后拉下，不行，呼吸不到，开始露出我的鼻子，你的那个露出来了，然后鼻子露出来了，但是我呼吸不到气。我呼吸不到气，看女孩子，那你要看教室，像那种小教室啊，我在入后面入门的教室，脚抬不起来，我在那个小编日记里面的那个教室里面，我的脚从来没有大条过，超好笑，我的脚永远都是这样，我的脚 always 哦，对不起，我的包包，我脚永远都是这样，完全没有位置，我后面还有一个音响跟一个。调音的那个盘子嘛，然后我就，然后可能要蹬我这样，蹬，超好笑，完全没有地方让我跳。会这样，换氧循环，入门加油，会加油的。那脚开开，脚要开开呀，没有位置。站到手应该最好。嗯，我跳的最好的时候在家里跳的。脚的角度吗？你要先练这个，这是我的脚，然后然后再哦 ，Toby 吗？我去抓一下哦，不知道在干嘛，去看一下。
噔噔噔噔噔噔，这边是天使猫猫的部分，各位，这是天使猫猫，天使猫猫啊，你看不到，天使猫猫，它真的是天使猫猫。咦，你真的超可爱的，大嘴巴丑，哈哈。不是很想要闻。他每次一叫我就把我的脸撇开，他超乖的，他超可爱。大家，我是托比。不想喂。他要走了吗？看来真的很臭。因为它有一个鱼饲料的味道，你知道吗？你要下去吗？它真的超想吃的，再来镜头。嗨，拜拜。饲料味，对啊，饲料味。它眼睛跟鼻子有点，眼睛有点过敏吧。而且它很好，那个很好逗，就是逗一下。而且它是那种睡觉，然后会偷到你身上睡觉那种小猫猫。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超可爱。它有点笨，我觉得它有点笨，然后你就下去了，拜拜。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我们要走的意思吗？好吧，那就啊，我们还没有完，可恶，不行。吊丝，它超可爱的，就是非常乖的猫猫，它会看镜头。偷拉会跟来吗？没有，他们刚刚我是看到小猫在追偷拉，偷拉吓到跑掉。你们看一下偷拉，这是偷拉，我手上的伤全部都是偷拉，哈哈。都比你臭，是不是？对啊，我臭你啊！这样小朋友会不会越后不懂？那我自己点。你要自己，哦，你在这里哦，你要自己知道。这是第二只猫猫，很久丢，后来要硬起来。托比很自由自在，他来我们家第一天开乱走。宝宝抱团哦，没有，我昨天一回家的情况是我看到托比在我爸的腿上面。叫什么？干嘛？微笑。救命！走开，走开！他起灵了。
好奇阶段。他比有袜子，对啊，他有袜子。多大啊？两个月吧。我面、哦、有毛毛耶。你到了。你是没有猫缘？有啊，我超猫缘的，好不好？颜值高吗？我觉得我跟他讲，我都跟他讲说，你还蛮懂事的，你知道自己长得比拖拉丑，那你很会，你很会，很亲人哎、欸。在干什么？灌输思想，开始先行教育。不是丑，是还没长。没有，通常是从小可爱到大的猫咪，好吗？从小开始灌输，对。你突然就长得比别人丑，所以你要懂得讨人喜欢，就是丑一点没有缺点吧？对，他除了丑一点，跟长得比较丑一点没有缺点，对，他就是这样的一只猫。Copy，然后需要一二三，可以说。嗯，你要去哪里呀、啊？别这样，托比才两个月大。嗯，你别叫。托比就是。很吵，很烦。干嘛？都他来之后，偷来不来找我睡觉了。没有，偷来找过我睡过一次，然后就没有再来找我，就是没有来找我睡觉。谢谢 Cody 送的，才叫你投币。Cody 送的爱的小熊，说不定小时候的亲人受教育。没有啊，突然就从小就不亲人了。你在干嘛？他头上有个猫脚印，很可爱。啊，你会蹭人呢、啊！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他真的很吵。目中无人，我要喝偷来的水。算了，不要理他。就像偷来刚看我抱他样子，他不会走心。他就叫头上吗？偷来才对。应该没办法，因为其实不太明显。好听，そうですね。我嘴巴看好油、哦，好吧，肯定是很光滑。好可爱，现在还很没有忙，但是我之后又要去台北好久，或者回来之后这小猫就会长很大只，沉迷沉忧，我要从五六日，
看吗？看吗？没有没有没有，嗯，好，你快睡了。干嘛？他是一个小男生，他还没有，还没有割蛋蛋，鱼尾面。因为那套辣椒是不是对头皮反应比较硬？我也觉得他不能有这种个性，因为这样套辣椒就会输了。干嘛？他好像不是，对啊，没有让他出去玩。炸鱼君，炸鱼君换个名字来了。那尾巴不算短的吧？还好。六日，一二三四五六日，这样几天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在台北待十天，在台北待十天，我就可以把我衣服搬过去一点点，其实。踩我的灯，哎，哎，嗯，我昨天一个抢镜头，干嘛？走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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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走开！先生，你可以离开喽，拜拜。他影响到我了，他影响到我了，sorry。剪头发吗？嗨，悠悠，对啊。外面是猫叫声。好啦。你就在这里吧，你就在这里吧。哎呀，我心好郁郁，抱歉，我就是，哦，好烦，超烦！我这个下黑眼圈，我真的现在是一个非常的丑。就现在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做好一个偶像。在镜头前面该有的样子 ，OK， 好吗？把偷懒也抓来陪他啦！楼下的两位有听到吗？
谢谢。因为我只是觉得自己扛不下去。我们到互动时间都比表示还要互动时间。其实他刚刚正跟偷懒玩，对，偷懒追偷比在追他。然后我就把头皮包上来了。然后你又要出去干什么？那你就出去吧。这款不会太黄吗？其实我有点这样觉得，但是那时候可能我皮肤比较黄吧，然后那时候彩妆师帮我配颜色，觉得我也觉得有点黄，但也还好。哎，我天然腮红，你们有觉得吗？我决定我要用一个染唇的颜色，这样子我看会比较有气色。我进去，我要出来的。这只猫很皮耶，善变。嘿不，阿普红 ，Hello。嗯，这样。我应该再买一只浅色的遮瑕膏。我们要理他的意思。不要理他。猫出现打乱了我的聊天计划。我们要聊到哪里耶？最开始在猫之前，玉超 ，Hello， 罗西西鲁 ，Hello， 音乐还大声，那我们就只好把音乐调大声一点。好吵，希望偷来可以把它带走。放人。我也很烦又很可爱，没有，这只是真的很烦，但它就是深得我爸的心啊。我刚原本就开始擦了口红啊，然后擦完之后我吃了第一口面。然后口红全都消失了，我现在还在。你刚刚像我之前把它吃旁边，但你现在吃完了，我的还在。嗯哼，这种时候吃就比较慢一点。跟你们说一下，我礼拜。天的练习计划，我那天呢，原本早上几点？哦，那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下午4点练习，然后我就想说，我闹钟设12点到1点之间。好的，1点起床了，我就梳洗一下。那我哎，好像1点多快2点了，我想说，嗯，好像可以出去吃个东西，但我想吃牛肉面。然后我就走到了牛肉面店，怎么没有开？怎么没有开？后来呢，我就想说先去练习好了，就到现场开始下大雨，我连穿了新鞋子出门。对，我穿了新鞋子出门，结果下超级大的暴雨，
然后我又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想吃的面店又没有开，然后可是我也不想要走到另一边的面店，然后我就在附近晃晃晃晃晃，哎，有一间肉跟卤肉饭，我就走进去吃，妈，普普普普，那双吗？对啊。因为很久没喝高级时间，好像也是哈。那月光下爆炸，我快爆炸了，我那快饿死了。然后后来晚上，后来就练习完九点多，然后十点快十一点的时候回到家，然后呢我就煮了拌面来吃，然后就想说，来睡觉吧。然后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哎，怎么六点天亮了呢？我睡不着。我真的一个人在台北，就是生活习惯真的变得很糟糕。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在就是整理房子，我就是整理一下，我就想说，那再全部都把它整理完好了。我那天就是把家里全都擦了一次，全部都擦了一次。但现在想想还是没有擦到的地方，像是那种洗衣机的下面没有擦到啊。正常生活。不正常，我都觉得再这样下去，我的身体会烂掉。那个盐水拉面好吃，好吃，但是，好吃，但是我觉得还蛮看人的，就是口味吧。但我觉得是好吃的。每天生活习惯变差，那你这样不正常。已经累了，如果不累，没有，有时候是你知道已经人已经过累的时候，你就会更睡不着。最新单准备，音乐自由自的安排，就请大家再等等。对，我们想要把最好看的给大家啦，就是再练一下。你超想睡，没有，你再看我直播再看久一点点，你就睡不着了。我相信会这样子的。这是哪一种？是牛筋面吗？还是什么？现在想送行李箱，那怎么会睡不着？就是人就是过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睡不着啊。哦，排骨酥面，对，排骨酥，哦，这是排骨酥是不是？不好意思哦，见识浅薄，第一次吃这种东西，怎么就是从小排吃到大，不会去主动说哦，我要吃排骨酥面，
傻眼是不是？为什么一直看你安安会睡不着？因为会睡不着，就是因为你现在很累的时候，你熬到了十点半之后，你就我好像醒来了哎、欸。一般人有机会改变未来的道路，加油！最近想要去海边拍照哎、欸，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时间。但我想要找熊妹去玩，不知道她放假了没有？好像还没有。那好像打五晚你也可以。现在在约时间，我这礼拜超忙的，没有，我这礼拜超闲，但是我下礼拜超忙的。熬到七点，那就不要睡啦。这样子拍照。听我的，什么听我的？我今天玩游戏也提不起劲了，我今天想说要来玩个俄罗斯方块，然后玩了一局之后就我就不想玩了。然后玩那个马里奥的那个派对，我的那个棋子刚走了九步，我就不要玩了。想要看剧看半有点难看，不想看了。再换一款游戏呢？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不要推荐我宝可梦，因为我没有兴趣。强调人，26号啊，真的出嘞！嗯，今天我问公司发展拓展，然后想跟小妹跟姐姐。嗯，对。因为汪汪最近比较忙一点，假如说可能课程结束之后，我就说，哎，要不要去吃饭？我说，啊，他说好啊，好啊。他说看一下时间，然后哎，他就说，哎，等一下，可是我三点之后有事情。然后我就，哦，好吧，没关系，那我们就简单在全家吃一下。然后我还没有吃，我就买一个彩蛋。吃完之后，他们就去工作。那我现在干嘛呢？后来杰星就找我去吃那个面，不是吃面，吃火锅。那跟朋友去玩才会好玩游戏，对呀、啊，因为我的朋友都在台北。对啊，哎、欸，不好意思哦，他吃牛奶锅，我没有吃牛奶锅，我没有玩牛奶锅哦。我不是玩牛奶锅，我没有吃牛奶锅，对，我没有玩牛奶锅，但我也没有吃牛奶锅，我对牛奶锅无感。抽枪，抽枪，你说枪战游戏吗？我以前那种枪战游戏，我会开麦跟人家聊天，就可能遇到女生的时候就哎。但我聊天就，哎、欸，那边有人，那边有人。那枪
战游戏我只会玩一款诶，就是 PUBG。太过。下次看枪战。哦，好像是实战型的。去。CS。什么是 CS？哎、欸，最近广告那个很大的游戏好玩吗？我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那个，他到底是他是马吗？那是马吗？他是马吗？我现在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广告。他是马哦，他是马，赛马美少女化。养成系不行，因为这样养成系通常都要氪金、嗯，就这样。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所有的就是要靠自己能力赢得游戏。我对于那种就是慢慢累积的那种，就是可以用金钱解决的游戏，我就觉得。我无法，那就不花钱。我想玩肝肝游戏，对啊，会爆肝的那种游戏。Pay to win, yes， 就它一种概念。有钱就是老大的，这我什么好像在哪里听过啊？是谁在臭？放置 play， 任天堂你说像马里奥这种吗？好，我就好，就这样。哇就这样子，偷懒吗？偷懒可能要请别人抓伤，因为我现在的手不想要受伤，我现在不宜受伤。偷懒写照吗？不是，这网在日本看到了，觉得很可爱的衣服，但也还好，还好我就随便买 T 恤。跟你们分享我昨天的手收，算了，还有点难跟你们分享。
我穿的是可爱 T 恤吧。你命自由，我不知道哎、欸，我就是不想要受伤，我现在手真的太多伤了。还有这种自己弄不小心弄成的伤，我那不是说我在除痣吗？就好像留疤、欸，救命！天天说话，杨雄真二贱。我没有说要干嘛，你要自己拿不是 OK 的，因为毕竟明明自由只有安排，什么都没有，不好意思哦，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嘛。糟糕的光线，哦，好怀念台北那天的光线哦，棒。讲吧，那有点亮。嗨 ，Ricky。那天光线真的赞棒。没关系，你们下礼拜整个礼拜都会看我在这边。辛苦了，喂，是播，哎，你们现在放假吗？你们有放假吗？我看看，七月，我礼拜四还是在这边播。哇哦！翟爱君的表情符号太明显了啦，他进来几次？我们看一下学生们。谢谢陈云瑞送来幸福，不幸福，幸运四叶草，幸福四叶草。你现在有点呆呆的，好像在等他长一下。看起来蛮像的，自己讲。刚刚一直卡。放假，好，英国，你现在跟香港人是差不多。老的歌哦，求命！这好像是感觉会在 KTV 听到的歌，但我不会点。反正我不知道耶，因为发量变多。对啊，我有去就增加发量。哦、我说增加刘海的发量，就是从后面移到前面，好酸哦！这里你们以后看到我咀嚼肌就很大，因为我一直咬着，我一直咬薄板，这是我最近，对，我最近都这样，无限的薄板，所以你要。
帮我加播吧。还是觉得早上直播比较精神，应该要早上直播的。哦，我说下午，好痛了。No， 早七，七点可能我才刚睡。现在的发质看起来很好哎，刚给人家整理完，对，给人整理完的时候会这样子。大概再过个两周，我的发质就开始变烂了。我是波霸派的，七点别睡了，不知道看起来怎么样。边拉嘴鼻边嘟嘴，不知道怎么样。求我啊！就是 no， 不行。他们可以唱人家，如果真的很在意的话。可是我公司照是这样哎、欸，我的公司照啊，你们记得吗？有人记得我的公司照吗？哦天啊，天啊，求你，拜托。对啊，我是一边塞耳后，然后可以当一个万能公司罩了，万年公司罩。不改了。那你们会看到我的发型都是这样子。对，我的光照是照的好看的。哦，好赖哦。明年也不改吗？不知道，现在没有想法。小心一等一下，他就是 Love Live 的歌。悠悠，你这样不行，不可以这样。说出来，有点坏。好久没有跳，我现在不会跳这首了。噔噔噔！哦，对不起，我忘记了。什么鬼啊！直接笑出来。嗯，不行，真的太丑了。我刚刚看到什么东西？右西 ，Hello， 张明丽 ，Hello。跳戏子那么多，哎，差点盖脸，这把算了。不要！我没有在笑奶奶的反应，我在笑我自己那个样子。高云觉得挑眉，什么挑眉？我不会挑眉。
戴眼镜上面。哟、哦，对好，我又忘记了。没有，因为我原本要去挑一辆脚踏车，我爸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来挑脚踏车？”然后就忘记，一直忘记，无限忘记。我要去买一台就是折叠的，然后放在台北那边，有点懒惰，脚踏车比较方便。直接买机车，我不会骑机车啊。但是我觉得没有，我要放在就是台北捷运站，以后我出门的时候有个代步，你知道吗？比较方便。哦，我爸已经帮我买好了那个锁链了，锁链吗？锁。50cc。台北机车很危险，台中机车也很危险呢、啊。深圳还没有，不好意思。嗯，我没有要用。深圳跳跃，我比跳跃。锁链安安。台中其他车都快黄色了，我那天想说要从。星光往回骑，就我发现台湾大道好像不知道什么，台湾大道不知道可不可以骑。这件很容易丢，很好偷啊。但是我就是真的是只要在家里附近骑而已。其实超危险啊！结果有些大家一起危险骑，没有，因为我以前国中有个同学，他就是好像考完学测后就骑机车，然后就掰了。机车缓缓，先不用。旋转跳跃，我闭着眼。不要骑机车。对啊，你要说台湾大道吗？就中港路吗？现在还好哎、欸，我觉得大家也都习惯就是台湾大道。这杯我从一点喝到现在。你说这种股份你还挑战？对，很危险。我觉得这首入门对不会，啊？偷来跟他们干？你有看他们出现在这里吗？对呀。他们在外面一直叫，我都没有理他。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刚有个很大的图案？谢谢林果送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没有，不是。小静生是爱的甜甜How is your preparation for the next single? I think it's good 话说忙碌之余还没有考虑 cover 吗？
cover， 你就会 cover 你的舞蹈吗？还好，其实我 cover 我不知道 cover 什么，因为 我不想要拍得很烂，然后上传到 IG。因为我之前就在迪卡上面看到很多人就觉得说他不想要看到路人感的东西，巧事。我有找嗡嗡，我跟他说你要不要拍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那个妮妮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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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这什么好色哦，你好色哦，我说哪有，我说我看妮的演算法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没有给我一个下文哎，抖音。我想说什么，我说要不要一起拍的，他说这什么好色哦，你好色哦，我就什么东西，可是你们真的觉得 IG 的真实那么重要吗？我是觉得这种买得到的东西没有，我才买的色色，哇哦，好哦，有像互动才重要，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你们觉得不用，如果不用被审文的话，那我就那 IG 破完，那我就买一下就好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啊。你看我多发点东西，我也想，但是我现在没有照片。我有找东西啊，但是我不想要发韩团 cover。所以我说没要买呀、啊。对，我不想要走韩团 cover 的路线。自己要走出自己的风格。托比吗？托比，语音 cover 呢？没有，我在等礼拜六再跟我约。晒猫路线，我比较适合名。音卡布，可是你那个真的有可能一天增加1800吗？因为我有朋友他的点阅也是40-30，其实他也没有增加那么多。
点阅又不代表会追踪。下猫不如帮他开个账号，那个很美。不评论，但至少机会。我想一下要拍什么，再发。可能礼拜五再拍吧。我是有找东西，但是我希望脸上的妆容是一个完美的妆容，不要。不要现在让你拍。那是八卦版啊。我发现现在 IG 真的是另行抖音。你这点阅率发现奇怪，是点关键性就是这样。我们的油吗？我们的油吗？抖狙一下，演算法很迷，没有演算法就是时间到，它就是刚好就跳上去而已。它被推送的客群就是那个同个音源的东西吧，因为那个音源在我的 IG 也出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自己的月色，抖狙。对啊，我也是都一直刷到差不多的音源。嗯哼。抖狙等于 reels， I know， 我知道。你觉得 IG 现在很难用吗？但 IG 现在已经还是现在还是主流吗？Red Book， 抱歉，我的手机还是清流，没有，嗯。那我们会不会有一天，然后就比如说，因为老人在用的东西，对啊，现在平台已经出的太快速了。一人一个账号会被延上 ，Why？ 你说。哼，好人没有吧？现在没有人在用 FB 吗？我要在用 FB 耶，就是广告，我已经看了好多个马娘广告。打开的永远瞬间都会看到一次广告。我刚刚不是已经讲说我在找东西了吗？我没有说我不尝试啊。FB 是什么？有吧，有用吧？不是啊，我今天刚刚已经讲了。你那样一件事情说超过一次，有一点，算了。
燥。对，我躁郁症，不好意思。开始暴躁。哼。毕竟现在老人都不敢认识在 FB。可是有时候其实像很多会联络的事情都会在 FB 上面联络。那人家如果都不太好。嗯，你传的什么表情符号？我就现在没有。我现在会联络的，就是可能跟公司联络，就是 LINE 跟 WhatsApp。但大部分的，我觉得其实应该工作 LINE 吧。嗯 ，LINE 真是一个存活很久的软体。人生海。因为画质也比较不会出现问题。Why does your face look bad when you angry? Something I say to twice time. 你有玩过开心农场吗？有，开心农场。就是我以前那时候就是因为是用我没有 FB 的时候是用妈妈的账号玩，那时候还有就是氪金。F 好久没有发东西，上次都看车他说，可是上面好像很多诈骗的感觉。能够变好白，光源改变，不知道。不行，我最近真的是，我最近非常 ，What's your face? Angry face? 我的 angry face 会杀人欸。我刚刚说啥？我说我最近真的是，我最近脾气非常的不稳定。今天几号？气场，他很生气，很凶，真的。我要疯掉！有很累耶，最近。嗯，这种时候也可以先炒茶降火气，不知道哪种累，各种累，整理房间很累，整理房间很累，还有什么练习，你想还熬夜很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累什么，当时我害怕极了，最好是我那张对你。熬夜很累，那还熬夜？不是，有时候不是你想要熬夜，而是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你不得不熬夜。现在发现是好的，不能退役，那就冲着我来吧，冲着你来，不可以，不可以。找不到东西很累。对黑鸡数据砸一次，我想熬夜，但撑到十一点都很。你不能坚强，弱小要强。对啊，我现在在找一个契机，就是那种你知道，早上很早出去玩，然后你玩到大概下午，回家之后就开始很累。还有，因为你知道我，假如说像我上次直播嘛，然后假如说因为我知道我这边要直播，然后可能四五点就有点累，然后就开始睡觉。就那个睡觉的时间点已经导致我晚上
会睡不着这件事情。礼拜六不能出去玩了，我以为礼拜六有时间呢。先睡了后面就醒了。对啊，就是身体调不过来。跟我下班吃饭等直播一样。最近在调整作息中，之前有时间睡，现在早已经睡了。我也是想要跳，但是我现在跳不开，听跳出来有点糟。亮，怎么亮？因为我上次是哪一首歌被编掉了？我就觉得发韩团 cover， 修舞能力要有一定的速度，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觉得自己跳得还没有很好，我不想在别人面前展示。你说才让你们师傅发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就不服惩罚离职了。好早哦。我放假越来越晚睡，我没办法像你一样学的那么快，因为我不是学舞很快的人，我也不是本来就很会跳的人，我是真的是练出来的。我一首歌要跳得好，我一定是要靠练习，我没办法真的是立即现场学我就直接跳得很好的人。谢谢终于送的爱的小熊。你继续吧。难道也被击倒吧？嗨，瑞神。十年磨一剑，一鸣惊人。像那时候在评比六单的时候，我也是，因为真的是狂练，因为我真的不会跳。就很大家都讲说，你跳舞，选择汪汪，就你跳舞跳得很好，那我没有啊，我不是会跳的人，我不是，那我也不是科班的人。但我之后去台北，我可能会想去上课吧，但要看有没有时间。但有时候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啊，还是需要点机缘，对吧？不然，这世界哪来那么多练习生？那是练习派，但不能很轻松哦。也没办法怎样吧。拍 vlog 我没有时间出去玩。一定是努力的头天。对，小念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一直拍 reels 啊？
其实老实说，不知道的点就超差的，是吧？我现在是没有看到有点阅很好的 vlog。我们讨论。你就是在记录你的生活。现在什么时候查得出来？因为自由自的安排，就等待时间到来，他就会来的。可能谁想知道你的生活？大家被那些这种闪光星星。对，我觉得今天状况太差 ，sorry 各位，先来念吧。第十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九名是 supermarket， 谢谢 supermarket。第八名是 LSD， 谢谢 LSD。第七名是林博，谢谢林博。第六名是 Cody， 谢谢 Cody。第五名是阿雄，谢谢阿雄。第四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三名是博云，谢谢博云。第二名是傅维，谢谢傅维。第一名是乔飞，谢谢乔飞虫。谢谢大家。我现在还是会有人看的、啊。就你们，感谢各位鲁迪 ，Hello， 鲁迪，辛苦，别道歉，没有，我觉得我今天脾气很差，不好意思 ，Sorry。就跟啥什么，你们一直想多看一点。我今天可以早点睡，现在早七台。晚安。心情差的时候，我们就要臭人。不好意思，那就听你们臭吧。只能听你们抽。晚安各位，是甜食啊。拜拜，大家晚安。拜拜，拜拜。